show me light. It's on tonight. DJ crank it, get it banging, show me light.挥手示意一下，打个招呼好吗？好，把手伸出来。
拌车就是我们的31LNG 搅拌车，我们的红色的搅拌车是我们的31柴油搅拌车。今天他们的挑战赛的规则呢非常的简单，两台车将沿相同的路线行驶，行驶到我们规定的时间回到一个终点，最终公布两台车的气耗和油耗以及它们对应所花掉的费用。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绿色的这台它花了几升气，这几升气折合人民币是多少钱？红色的这台它花了几升油，这几升油折合起来花了人民币多少钱？最终跑的相同的路线，做的相同的动作的情况下，看看哪一台车更省钱，省多少。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媒体记者，现在他们就坐在了车上，分别是来自中国路面机械网的冯战先生，请打个招呼，还有是来自商贸网的翟桃女士，欢迎您。他们将全程跟车，坐在我们的搅拌车上，首先是吹着特别舒服的空调，估计比我们都舒服了。第二，我们的驾驶室的环境非常好，他在里面喝咖啡都会觉得很舒适，一点都没有不自然的感觉。第三，当然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将监督我们的赛车手的里程和所消耗的油和气。待会我们在会议的中途，在我们的内场会议部分，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电话连线，请两位第三方的媒体记者为我们来讨论一下，为我们来转播一下实时的气和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一下两位操作手，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发车。感谢两位记者的全程见证，待会两辆车将沿相同的路线跑相同的里程，但是最终他们的油耗和气耗以及产生的费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产生的这个费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您将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结果，他将告诉您选择哪一台车会比较合适。当然在他们比赛的同时，我们还有精彩的表演，我们今天的几十位演员将联手31LNG 搅拌车，共同演绎一场拯救外星球的科幻故事。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31人机互动秀超级搅拌车，请看大屏幕。2031年5月21日，地球接到来自麦哲奇星系格赛星球发出的求救信号，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格赛星球又经历了一场彗星强烈碰撞，星球生态环境几乎完全被破坏，整个星球生存岌岌可危，他们向宇宙各个星球发出求助。地球星际总部接到求救信号，迅速组织了一支精锐建设队伍出发。31LNG 超级搅拌车作为重建中的一支精锐小分队，以整装待命。他们能为格赛星球带来新的希望吗？ Everything is unknown.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please. Ready for takeoff. Ready for takeoff. 这里是三一航天发射指挥中心，距离31LNG 超级搅拌车发射倒计时3分钟。31LNG 超级搅拌车小分队队员，已准备登车。数据输入成功，测试信号正常，一切准备就绪。I'm ready. 舱门关闭，倒计时 5, 4, 3, 2, 1，点火起飞。
三一 LNG 超级搅拌车小分队带着地球人的众多飞向隔散星球，一段充满挑战和希望的拯救行动拉开了序幕。崎岖险峻的格塞星球上纵横驰骋。Do it right.
环境脆弱，必须使用清洁能源才能保证空气不会被污染。三一 LNG 超级搅拌车使用最清洁的能源天然气，更环保更强劲。他们与格塞星球的居民通力配合，一起重建家园。 We are together。For you and for me and me, it's a human race.
犄角半车小分队即将踏上返行的旅程，他们将回到地球继续执行环保建设任务。我们可以拯救其他星球，但我们更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园。环保公约从我做起，让我们用蓝天和绿树装点全宇宙最美丽最可爱的地球之家。掌声有请三一重工的产品推介经理方浩先生，带大家一起来领略我们三一 LNG 搅拌车的魅力。掌声有请。好的，谢谢杨翠，掌声再热一点，好不好？当然啊，这个掌声不一定是给我，最重要的呢是要给我们刚刚拯救完格赛星球的三一 LNG 搅拌车。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尽量将舞台靠前一点，因为我非常希望能够跟我们全国各地的优秀的客户朋友待在一起，距离更近一点。好的，刚刚大家看到啊，我们三一 LNG 搅拌车成功的拯救了格赛星球，那么接下来就让它回归我们美丽的地球，看看我们地球人会不会同样中意我们的三一LNG 搅拌车呢。其实在我们很多客户刚接触到我们 LNG 搅拌车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想法， LNG 搅拌车它的动力跟柴油相比是不是能够更好呢？那么在刹车制动的时候采用这种天然气，它会不会疲软呢？采用天然气的话，它的稳定性、平稳性、驾驶操控性又会是怎样呢？当然，带着这些问题，我将会通过我们 LNG 搅拌车的真实演示，给大家带来完美的诠释和解答。当然，如果你接下来还想看表演的话，掌声再来一点好吗？谢谢。好，那接下来就要再一次有请我们成功解救格赛星球的 LNG 搅拌车，让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明星车队。有请同样我们的 DJ 老师来一点欢快劲爆的音乐。那么首先啊，我们的 LNG 搅拌车将要为各位演示的是快速执行。我们三一的 LNG 搅拌车它采用的是潍柴最新的南秦 WP12 系列，它的马力达到了350匹，所以它的动力是非常强劲和十足的。刚刚呢，为各位是简单的展示了一下它的往前的执行，那么后退又会怎样呢？同样，各位让我们拭目以待，有请快速后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LNG 搅拌车，它的动力在到对应的过程中也是有非常超强的表现。好的，非常的精彩和完美，当然马上要到最惊心动魄的时候了。那么大家知道，其实在搅拌车的行驶过程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前面出现障碍物。那如果长线出现障碍物的时候呢，那么它的制动性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将您的眼神聚集在我们舞台前方，那么马上将要给您展示的是超级紧急制动。在前面呢，在舞台的右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准备了三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儿，当然不是真人，是我们的 KT 纸板，长得非常漂亮啊，比真人还漂亮。那么稍后呢，我们的 LNG 搅拌车将会冲尽全力撞向我们的三个纸人，当然最重要的是它要在最短的距离内进行制动，非常的精彩，我把舞台让出来给大家观看。好了，接下来紧急制动表演开始。好的，全速全速。来，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的精彩，对不对？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后面轮胎的爬痕，距离非常非常的短，比我们的高端小车相差毫无分离，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那么您的操作员不会，如果出现了紧急的障碍物，停下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然了，很多朋友在想，在用天然气的话，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那如果遇见了复杂的路面，它的行驶的性能又会怎样呢？当然还有更精彩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三位拯救俄亥星球的明星小队将会在我们的现场为所有的朋友演示一个精彩的环节，叫做精彩的三车环绕，来有请。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在今天我们是海陆空的摄像都用上了，除了我们的摇臂之外，在空中大家看到没有，我们还有一个航拍的 GP， 也是为了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在高空俯瞰我们的整车演示。来，有请继续三车环绕。其实大家看一下这种操作的话呢，在平时我们的施工中都是不常用到的，那么但是在今天的演示过程当中，为了能够增加它的难度，能够将我们 LNG 搅拌车它的整个的性能展示给大家，也是我们加大了我们明星车队的这个操控的难度啊，所以说现场各位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的三车搅拌车挨的距离是非常近，那么它行驶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过弯还是直线行驶，甚至是倒退，那么它的行驶是非常的平稳和顺畅。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漂亮，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是什么呢？其实各位老板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料混凝土能不能完全出得干净。如果您的出料残留率低的话，那么将为您节省更多的成本。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将会进行一个咱们三一最为经典，也是有非常好的寓意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搅凝土。
B 的环节，现场来考验三一 LNG 搅拌车的出料参与率。那这个环节呢，也是预示着三一要祝愿各位在未来的生意和事业当中能够财源滚滚。好的，现场我需要一位有感的客户能够来登上我们的舞台。来，现场有没有朋友愿意举手一试？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非常贵重的礼品送给这位勇敢的客户。来，有没有一位勇敢的客户愿意来到我们舞台之上？好，有一位了啊，来，掌声鼓励一下。好的，领导您好，您贵姓呀？来上我们的舞台，您贵姓？我叫魏建国。建国，哇，很特别啊，姓博。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将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邀请您的参与，好吗？来，有请这边。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将我们的舞台暂时撤下。好的，来，您是第一次看到我们三一的 RNG 搅拌车吗？是。啊，第一次看到，好不好看？漂不漂亮？漂亮，漂亮啊。绿色的这个涂装非常的环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工作，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舞台之上。没事，来，我们面对观众。好，是这样的，给您展示一下，这里呢有一个我们三一的破千亿销售的银币，这个呢也会成为稍后赠送给您的纪念品。但是呢也要完成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环节。好，这个先放在我这里啊，先不能给您。是这样的，你看这里面是什么呢？刚刚我说了这个环节的财源滚滚，这里啊有188个1块钱的硬币啊。稍后呢您将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登上我们的搅拌车，在您的见证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将这188个硬币全部投入到我们的搅拌车当中。那您呢，最重要的任务将这精美的银币纪念币也投入到当中。然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全场所有的客户朋友来见证我们三一的搅拌车一个不漏的把我们的银币也要搅拌出来。这也预示着我们参与率是非常低的，您听懂了吗？听懂了哈。那如果搅出来的话，这个银币就归您了，没搅出来归我，当然这不可能的啊。好的，来，那您的话筒暂时交给我。好，我工作人员这边。好的，我们的博总啊，平时有上过搅拌车吗？啊，有。好，那我就放心了。好的，来，有请这边，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的，各位，那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已经很快的就放进去了，是吗？好的，好的，来，两位，尽快来到我们的舞台下方。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要我们中间这一台车 LNG 搅拌车明星车队的队员开始搅动银币，来，有请。好，两位啊，我的转动起来也是预示着各位财源滚滚来，来，掌声，掌声，看。好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银币很快就已经出来了。哇，这个平时搅拌混凝土看到的是非常多啊，但是搅拌这个银币的话倒是非常少见。啊，这么快已经出来了是吗？啊，已经搅出来了，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哇，很快是一枚沉淀的银币已经在我们客户的手中。我们的博总非常感谢您啊，来，这个精美的而且是限量版的对于我们三一意义重大的一个突破千亿的纪念币赠送给您，好吗？谢谢。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请回座，感谢。好，我们的博总
很正常，没有想到，因为在前几次演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里面叮叮咣咣响很多次啊，一直才转出来。没想到我们博总真是大发财之人啊，一上来两秒钟，这个银币就已经落下来了啊，非常感谢。好的，当现场的来宾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是邀请给您的。刚刚呢，我们共同看到了我们 LNG 小班车在行驶的动力、刹车、制动、平稳性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么接下来我要做一轮非常简单的有场问答，如果您知道的，请您举手示意一下，我们将会有工作人员到您的身边。您回答正确的话，现场会有精美的礼品赠送给您。好的，现场的来宾，你听清楚第一道问题，非常简单。那么大家知道啊，我们三一的 LNG 搅拌车，包括三一的搅拌车，我们的涂装设计是获得了国际 IF 工业设计金奖的。那么我们最经典的颜色是我们的红色执行，但是在我们的 LNG 车上，我们换了一种颜色来进行涂装。很简单，谁能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呢？请你们回答，有没有举手？好，我们一排的这对，第一排的这位先生，绿色的。绿色，您确定吗？确定。确定？你怎么知道的？太厉害了！好的，恭喜你回答正确。来，请你赠给我们这位先生。其实我们后面的朋友啊，我也会照顾到的哈。问题很简单。好，二道问题听清楚了，各位。那么在今天我们有这一场非常隆重的上市发布会。那么为了这一场上市发布会呢，我们三一公司的高层领导想了一个8个字的主题。这8个字的主题非常的如雷贯耳啊！那有谁能告诉我这8个字的主题是什么呢？好，我看一下后排啊。好，我看到后排有一个举手，倒数第二排从中间的1、2、3、4、5、6戴眼镜的这位先生，好，举手。好，那有请我们的李小姐将话筒啊递，来告诉我们主题是什么？环保。先锋伴你成功，环保先锋伴你成功，谢谢，回答正确也伴所有的来宾成功。好的，精美的礼品赠送给您。好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敢再继续啊。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考验大家一下了啊，考验大家一下是这样的，如果您平时关注了搅拌车的话，那您一定对回答正确。我想问大家的是，当我们搅拌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出料的话，记住啊，不是进料，是出料的话，它是如果它尾部正对舞台的话，它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呢？有没有哪一位知道？可能大家平时都坐在办公室啊，很少关注，有没有哪位知道？好的，前排的女士您好，来回答一下看看。顺时搅拌逆时出料，尾部正对着舞台的话是这样是吗？您确定这个答案吗？确定，斩钉截铁的确定是吗？好的，恭喜你回答正确，来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女士。我以为这个问题可能知道的男士居多。好的，那么接下来难度大一点点啊，增加点难度。有观众朋友说这些问题太简单了，是3岁小朋友的。好，接下来来考一个10岁的啊。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LNG 搅拌车，它跟柴油机不一样，我们采用的是美国进口的天然气瓶。那么我问大家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气瓶它是多少升的呢？有没有哪一位知道？难度了。好，我听到有一位先生已经喊出答案了，就您了，非常酷非常帅戴墨镜的这位贵宾。450升，恭喜你回答正确，太厉害了，我以为这个问题可以难倒多远吗？好的，
礼品赠送给您。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了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人想，那帆船行驶的话，它的整个，刚刚我们这位先生说450升的气瓶，那很多人在想，它到底能够跑多远呢？那么这是一道选择题，我给大家来进行选择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行业当中，某些厂家、其他厂家的话，同样的450升气瓶，它可以跑到250到300公里，重赞啊！那我问一下，三一的能跑多远呢？选择题 ：A， 100公里；二，300公里；三，500公里。有一位，有哪位能够回答？那我这个机会给坐在中间这一位吧，您是第一位，坐在我后位啊，很可爱，有座位不坐，要坐在台阶上啊。来，请选择 A、B、C， 选哪一个？500公里 ，C。恭喜你回答正确啊，500公里。我们的天然气瓶的话，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重载达到500公里以上，空载可以超过800公里，为行业之最。好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来宾朋友，今天的问环节呢也就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么，请各位移步至我们的内场，在内场的话呢，非常多精彩的演绎，同时也会有我们精彩的签约环节。谢谢各位。